请掀开经本第二十八面，第二十八面，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若有无数诸佛身，所谓普光严藏诸佛身。普济光床诸佛身，昨天讲到这个地方，第三尊大光普照诸佛身，大光是形容自信本具的智慧，唯有自信般若，才能普照虚空法界。这个照的作用，其感应道教。十方三世一切众生齐心动念，一切的造作都在佛光铸造之中，不但现前众生的心念佛知道啊，即使是无量界前啊，我们微细的念头啊，也在般若智光之中。那么我们听了这些话啊，读了这些文字，感到很稀奇，感到不可思议。实际呢，这个十方三界是一体，没有前后，没有广狭，没有前身。这在自信般若光明才看到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大乘经上所讲的一真法界。因此他有这么大的德能，与一切众生的其感应道教的作用。诸佛神所表的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迷关破除之后，业障、烦恼、习气才能够断除。而后觉悟了，悟了之后才真正得路啊。众生烦恼习气还没有除的时候，这个时候与诸佛如来就不能产生感应。这在前面呢，我们都将这个道理给诸位报告过了，是我们的心静跟如来果地上
不相应。大乘经上常讲啊，众生一念微善，都能感动诸佛菩萨。一念是讲时间短促，一刹那时间很短，微善极其细微的一个善念，那我们想想，这种微细的善念，一念的微善，我们哪个人没有呢？可以说一切众生都有啊。为什么我们不能感动诸佛菩萨来实现？不是佛讲错了，还是我们望文生义呀，去解了啊一念为善。实实在在说，我们每一个众生，乃至于地狱众生，善根福德都相当具足啊，哪里只为善呢？那为什么还堕在三途呢？虽有善根，虽有福德，这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他不能现前了，这个把他障碍住了。道理在此地。那么由此可知，经上所谓的是一念微善现前了，没有障碍。或者是有障碍，这个障碍很薄弱，好像很轻的云彩，稍稍风一吹，这云彩就吹掉了。这样才能感得诸佛菩萨现前。那么又何以说他是一念为善呢？这一念为善是性德的光明。譬如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他怎么降生到这个世间来？这个世间有一些，也就是一念微善现前，感得佛陀到这个地方来应化，应以佛身而得度之，则现佛身来度众生。虽是现佛身，这些有善根的人不认识佛，也不可能向佛请教，更不可能向佛学习。这就是说明他一念微善现前，佛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由诸佛菩萨来帮助这些善根福德成熟的众生。那么在经上讲的，他们最初得利于五不还天里面的净居天人，
啊，进居天人都是修行正果的。在一般经论里面说，三国圣人啊，都是小乘三国的圣人呐、啊。他们看到了啊，看到佛应化到世间来了，世间这些众生不知道向佛请法，他们呢是先来祈请，代我们祈请啊。不仅如此，我们在佛家常常听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许许多多诸佛如来，世现外道，世现为国王、大臣、长者、居士，乃至于童男童女，各个阶层普遍的实现了，他们起带头的作用。听说这个世间呢，有这么一个大智慧的人，大学问的人，大德能的人，都来皈依，都来亲近佛陀，做佛的弟子。就带动整个的社会啊，把那些一念善根成熟的众生都接引到佛门来了。这个叫做一念为善啊，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那么在佛法里面，特别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经题比我们这部经题更明显，把这个修行的纲领给我们说出来，清净平等觉。虽然这个三桩事情是一二三三二一，它也有次第。次第从哪里修起呢？从清净心修起。这是对中下根心的人来说的。如果是上上根人，他从觉门下手，清净平等觉三个门呐、啊。上上根人呢，可以从觉门进来，像中国的禅宗、信宗，他们从觉门呐、啊，教下。他们从正门，从定门，从戒定这个法门，净土宗是从净门，从清净心。那么由此可知，离开了觉真境，违背了清净平等觉，虽有善根福德，现前呢也没有办法产生感应道教的作用，这是一定的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这是说大乘佛法入门的一个诀窍，
无论是在解门或是行门，不认真修学，就不得其门而入。那么这是大光普照里面的启用的意思。再看第四尊，众妙宫殿诸佛神。宫殿是表慈悲，表富裕。前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众是众多，众多是从四相上说的，四相无量无边呐。这些境界相，是由众生性识所变现出来的。大乘经上笼统地说呢，设法界一真庄严，这得讲得重啊。不但思众多，理也众多，有事必有其理。理跟事都非常复杂，一真佛陀教化的一个大千世界，我们讲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叫一佛土啊。今天我们在经上看到的，诸佛如来无量无边。那么换一句话说，佛国土啊，大千世界也是无量无边。每一个佛国土里面都有十法界，你说十法界就太多了，不是数字能说得出来的，众多。妙，这个字的意思很深，般若经上常说性相一如，理事不二，这叫妙。谁能看得出来呢？觉悟的人看出来了，太妙了。他看成什么？他看出来了，原来相就是性，性就是相啊，事就是理，理就是事啊。性清净，相哪有不清净的道理？理空寂，事哪有不空的道理？所以看出这个，才知道万法皆空啊！
那么什么个道理，我们现在觉得样样都不空呢？这是什么道理？给诸位说，这是迷情不空。除这一点之外，我们跟诸佛如来果地上境界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你们看到经上讲的诸佛如来无量寿，我们现前哪一个众生不是无量寿？我说这个话你们又不相信，明明看到这个身这几十年就有死啊，那怎么是无量寿啊？这是你没把事情看清楚啊。你不晓得这个身是假的，身不是我。如果我们用个比喻来说，我们的身呢，就好像身上穿的这些身衣服一样。把我们这个人呢，比作清净法身。衣服脏了，天天换洗啊。你没有感觉的，哎呀，这个衣服寿命好短啊，没感觉到啊。在设法界里，舍身受身呢，就像穿衣服、脱衣服一样，那不是自己吧？这身不是我吧？我无量寿啊。所以你晓得，诸佛如来无量寿啊。我们哪一个人不是无量寿？所以跟诸佛如来差在哪里呢？差在什么？诸佛如来是智慧当家，我们凡夫是情识做主，这个糟了，迷情做主啊。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说，诸佛菩萨用的是四智菩提，我们凡夫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差别在此地。除此之外，实在讲没有差别，这个才叫妙啊！你如果真正明白觉悟了，切入境界了，你的心怎么会不清净？清净心除这个众生界，众生界也是清净的。决定不干染，不染着。禅宗里面话所谓的百花丛里过，片叶不念身啊，就是这个道理。这才叫众妙之门，这才是真正慈悲也。我们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个两句话就是此地众妙宫殿的意思。但是佛家又常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也是事实。为什么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了呢？与妄想分别执着相应的慈悲方便就坏了。
与觉真境相应的，与清净平等觉相应的慈悲，那就是本，那就是慈悲是本，方便是本。所以你要看给哪个相应呢？给与佛菩萨相应，那是佛法的根本，是佛法的入门。如果与烦恼相应呢，那就错了，那就变成造作无量的罪业了。这个是生佛凡圣的差别之处。所以佛法修学，无论什么法门，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大乘也好，小乘也好，显教也好，密教也好，宗门教下，它有一个总原则，永远不变的一个原则，就是戒定慧，就是觉正境，这个不能变更的。与这个相应呢，这是佛法；与这个不相应呢，那是魔法了。佛同用一个魔字来说，魔是什么？我是折磨啊，你的身心受到折磨，心不安，心受折磨，身不安，身受折磨，与觉真境相应呢，那是决定会得到身心安稳。这是我们学佛同修一定要认识清楚。我们的修学才会得到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利益不是升官发财啊。不是得到五欲六尘的享受，不是的。真实的利益呢，就是得到心地清净，智慧增长，对于一切人事物的境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真实的利益。明了之后，你才懂得修因正果，这个门径呢，自然清楚了嘛。那么这是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在佛法里能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不能不知道的。第五尊无尽光寂诸佛身，无尽无量的意思，也有无止境的意思，光是智慧，自性里面所含藏的智慧，真正是无尽的。不但智慧无尽，
德能也是无尽的。色相啊，也是无尽的。你看他能够在十法界随类现身，这个色相无尽啊，有能力实现，得能无尽，又有能力随机说法，显示出智慧光明的无尽，帮助一切众生开发他自信的智慧的能。他证果了，他成佛了，佛菩萨不鞠躬啊！为什么呢？他的一切成就是他自性里头本具的，不是外来的吧？绝不是佛菩萨给他的呀！佛菩萨帮助他得到的，不是的呀，他自性本具的。那么我们现在晓得众生很苦恼啊，众生的烦恼也是无尽的，这个一点都没错啊，众生的苦难也是无尽的，为什么呢？弥了把你无尽的智慧德能呢，变成了烦恼灾难啊。一下觉悟了，就把无尽的烦恼灾难转化为智慧德相，转变了。所以学佛，特别是大乘法中，一定要懂得做一个大转变。从哪里转起？从念头上转起。我们现在种种忧虑，种种烦恼，种种分别，种种执着，如何把它转变成清净平等觉，你就成功了。上上根人闻法，哪里要天天听？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永嘉大师到达华美向六祖请教，几句话之下很投机呀！佛家讲叫很投缘呐。眼下大彻大悟啊！他老人家掉头就走了。六祖就问他：“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啊？”这没事了。没事，没有在此地住的必要嘛。六祖留他住一晚上，明天再走好了。所以他在这个曹溪道场啊，有名的叫一宿觉。他亲近师父一天，还是师父留他。不留他的时候，一天他都不带哪里像我们这样天天听经，听上几年都还迷迷糊糊的
所以听经要会听呢，会听是转境界。读经的时候，即使是在一些法会当中，乃至于超度法会，放这个业口，蒙善施食，这些佛寺，古大德都教给我们随文入观，那就有真受用啊。什么叫随文入观？随着经文把我们的观念改正过来，他就入境界啊。你读华严，你读十住品，你能随文入观吗？你就是十住菩萨。你读十行品，那你就是十行菩萨。你读十地品啊，你就是十地菩萨。随着经文就入境界。一部华严经念完了，成佛了。确实是如此。天天念，天天入境界，入了你要问还会退转吗？会退，退得很快，为什么会退转呢？烦恼习气太重，看看外面这花花世界五欲六尘又动心了，又生烦恼了，这就退转了。明天再念又入境界了，再进进退退呀，到什么时候不退了，那你就成功了。到不退呀就叫正果了。那么这个里面有位不退，有行不退，有念不退。最低的位不退。位不退是绝对不会再退堕凡夫地了。那么我们要问，这个时候烦恼有没有？见惑没有了，这个见惑用现在的话来说，错误的见解绝对没有了。可是错误的思想啊，还有错误的见解没有了。错误的思想是什么呢？贪嗔痴慢，还有这些念头，这些念头是无始劫来的习气呀，没断呐。所以你见解正确。在这个境界，你就证消尘出果了，就证得位不退了。消尘须陀洹果，烦恼虽然有，起不起作用呢？给诸位说，不起作用。为什么不起作用？它有定功，它有定慧。能把烦恼控制住，不让它发作，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初果以上啊，还没有证得四果罗汉之前呢，有微细的贪嗔痴慢。决定没有贪嗔痴慢的事，可是
偶尔也有贪嗔痴慢的习气，绝对没有这个事情。这就是说他的定慧能够控制，一直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习气没有了，完全转过来了。这就刚才讲了，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当然转业报身成如《无量寿经》上讲的金刚不坏身无量相好身转秽土为净土，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了。转变在心，心理一转变之后，外面所有境界都转变了。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在理上讲呢，肯定。我们哪有没有能力的道理？为什么转不过来呢？还是那个心没变得过来呀。很想变，变不过来。不但变不过来，怕的是越变越糟了。这个原因在哪里呢？我很想变，很想做菩萨，很想做佛，很想往生极乐世界。那个很想啊，就是个邪念呐，就错了。你看看清净心里头还有个很想，那个心就不清净了嘛，你怎么能成就？要怎么样才成就呢？不想了，它就成就了。那诸位要听我这个话，要执着我这个不想就成就了，那到哪里成就啊？顶多无想天成就了，还去到外道去。你才晓得这个说法多么难啊！就怕大家听了的时候产生了误会。佛法里面讲无想，无想是无邪念啊，无错误的思想啊，它有正念啊。宗门常讲无念为宗，你要真的无念，就变成无想定，那就错了了。无念是无邪念，无恶念，它有正念。所以这些话，从前的人讲得简单，大家听了能懂，现在很麻烦，往往执着这个名言，产生错误的见解。所以马明菩萨在这个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摄听的原则很好啊，很高明啊。他教我们听经，立言说相听，这怎么样？不执着讲经的人的言说，不执着立名字相听，这个听
不执着他所说的这些名相术语，不执着这些。最后是离心缘相听，心缘相根本不要去思想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不要去想，离心缘相啊。这样听经呢，会开悟啊。我们今天听经开不了悟，原因呢，着相了，着了言说相，着了名字相，着了心缘相。我们坏在这个地方啊。立相才能见性啊，着相不能见性啊。所以要知道啊，一切都是无尽的啊，不仅仅是智慧啊，样样都是无尽的啊。为什么呢？一切诸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能变的无尽，所变的也是无尽。广寂，广在此地是一切无尽里面用这个光来做代表。即是高显之意，就是它非常明显，非常显著，都是我们六根很容易觉察到的，很容易接触到的。第六尊，种种焰炎诸佛身，种种是多，也是无量的意思。无量无尽的意思，这个焰炎，焰是光明啊，火焰光明啊，这两个字里面，就把大乘法里面所说的无眼圆明。圆明就是焰炎的意思，在华严经上讲佛有十种眼，这个到后面经文都会讲到。那么在此地他表发了，很明显我们要用智慧也就种种慧眼来观察，一切一真庄严，你就不会看错了啊。诸佛菩萨有这个能力，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往往我们看错啊，人看错了，事看错了，物看错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遇到啊。所以我们都菩萨的德号，我们会感到深深的惭愧，一定要认真努力去修学。
啊，如来的无眼，华严讲的摄眼，怎么成就的呢？它的根本呢，还是智慧。所以他此地用咽言呢，智慧从哪里升起的呢？从禅定当中升起的。我们经中讲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清净心就是禅定，清净心能生啊，无量智慧是所生的。清净心从哪里来的？从持戒来的。所以它的根本总离不开戒定慧三学。什么叫持戒？戒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对我们的教诫，所有一切经论这里面的理论方法境界统统都称之为戒。我们要读诵，我们要明了，依教奉行，这个叫持戒。一切经太多了，我们这一生有限的时光啊，哪里能学得了呢？这个没有关系。受持任何一部经论都行，因为佛法是圆融的，佛法是互相贯通的，所以一经通啊，一切经就通了。那么我们同学在一起共修，对于持戒这一条，我们看得很重啊，没有疏忽，这是我们修学的根本法了。落实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简单。如果太繁琐了，条目太多了，我们记不住。记不住等于是形式的句文而已，得不到利益了。越简单越好。净宗学会当时成立，我们只提了五个科目，大家很容易记得，你一定要遵守啊。五个科目，第一个是三福，观无量寿经，佛告诉我三条是一句，第一条里面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很好记啊，记住了要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都不违背佛的教诫。那第二条有三句，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也有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你看好记嘛，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决定不违背，这叫持戒。第二个科目，六合敬。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决定不能够离开人群。人是社会动物，没有办法离开人群独自生活，不可能的。与大众相处，佛给我们定了几个戒条，一定要遵守啊。第一条啊，见和同解，这个就是说要建立共识，我们大家想法看法都相同，都接近，才能够相处啊。如果彼此见解不相同，就决定不能在一起相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么佛法在中国为什么分成十个宗派？大家兴趣不相同嘛。喜欢参禅，那决定是参禅那一帮，那一派去了。他们思想见解相同，喜欢念佛，这些思想见解相同，那么大家进念佛堂。喜欢言教，有言教的道场。所以古时候中国的这个寺院道场啊，要用现代化来说，都是专科学校。譬如在隋唐时代，我们想学华严，华严到哪里学？到五台山去啊。五台山是华严宗啊，你想学这个到那边去，你想学法华啊，法华在浙江啊，在天台山。你想学法相唯识，法相唯识在长安慈恩寺。你想学戒律在终南山，都是专科大学，一点都不杂都不乱啊。所以修学要懂得一门深入，为什么呢？你才容易得定，才容易开悟。你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你要学多了学杂了，你的心是乱的，你决定不能得定，你决定不能成就。所以佛说无量法门是度无量不同根性的众生，不是叫你通通都要学，哪有这种道理啊？像一个大学里面开了很多学院，几十个学系，几百种课程，不是叫你通通都要学啊？你通通都要学，学四百年你也念不完呢。哪有这个道理？只要你学一科，一个科目就行。你就可以拿到学位了。
不是叫你样样都要学。同样一个道理，佛法经论虽然众多，佛并没有要求你样样都要学。你只要在里面选修一门，你就成就了。那么再说，同样学一门东西，比如我们学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中国现在有九种不同的本色，我们很喜欢夏老居士的会集本，凡是喜欢这个本子，我们可以在一起学啊。有些人不喜欢这个本子，喜欢康僧铠的本子，那他到那边去学学，都好嘛，都能成就嘛。这就是讲的见合同解啊，乃至于学无量寿经，大家都是学无量寿经的，可是有些人喜欢藕益大师的注解，有些人喜欢莲池大师的疏钞，他们两个人就谈不来了。那又要分两个道场，通通都是弥陀经，依据的注解不相同，跟的老师不是一个人，学要解的跟藕益大师学，学疏钞的跟莲池大师学，也要分成两个道场。可见的这个见合同解重要，它是六合敬的基础，决定要建立共识，这个道场才能兴旺，这个道场才能够成就大众。所谓成就，一定得戒定慧，念佛道场决定往生不退成佛，这叫成就啊。那么第二条，在戒和同修，这个戒不是广义的，是狭义的，遵守团体的规矩，大家在一块共住，一定要定一套法规呀！这些法规决定是依据我们现实生活所需要而制定，而且可以时常来修改。我们在一块共同生活，才有规律啊。这个是戒和同修。那么第三，生活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那么这是完全落实在生活上。大家和睦相处，互助合作，真正做到六合敬，相当不容易。六合敬最后一条，利合同均，
那么这是佛教给我们初衷必须要遵守的六个原则。而在同住里面，古来祖师大德提倡的这云水堂啊，这个现在讲的时候，这水通铺啊，跟军队一样啊，大众晚上要睡在一起，都规规矩矩的，连睡觉也是彼此互相监督啊，你不能不守规矩。决定不可以一个人一个房间，一个人一个房间，关起门来在里面干什么？没人知道啊，他就放逸了，就懈怠了，换一句话说，他退转了，所以一定要像军队一样，十几二十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面。彼此互相监督啊，倚重靠重啊，不让自己懈怠，不让自己堕落，非常重要。如果说现在人物质条件比古时候富裕了，每个人有一个疗房，每一个人还有个套房，无论你怎么修，你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给大众在一起像个样子，房门一关马上就变了，又是一个样子了，你还能够成功吗？那也许有人问，我房门关了还是规规矩矩的，你既然规规矩矩的，为什么不给别人做个好榜样呢？你要关起来干什么呢？佛祖给我们定的规矩好啊，都是为了利益我们，都是为了成就我们的，绝不是给我们找麻烦的，这个我们要懂啊，我们要感恩戴德，他不是找麻烦的。第三个科目三学，戒定慧三学。第四个科目六度，菩萨生活行为的标准呢。第五个科目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那是高级菩萨所修的。我们只取这五个科目啊，好记呀！一说出来，人人都能记得住。希望在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都要与五个科目所说的相应，这才叫持戒。持戒久了，自自然然你就定下来了。初学的时候用这个东西来约束我们自己，好像感到很不方便。什么原因呢？平时放逸惯了，随便惯了，现在一下约束你，叫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你就感到很不方便。这是个关口，
一定要突破，你才能得定。你这个关口不能突破，你的清净心不能现前。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的烦恼扶不住啊，你有烦恼啊，你有杂念啊，你有妄想啊，你有分别执着啊。换一句话说，你念佛都不能往生啊，没有把握。这个事情越想就越可怕，往生没有把握，那依旧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以前我们不了解，懵懵懂懂啊。现在明白之后啊，才知道六道轮回的可怕了，决定不能再干了。啊，要想这一生当中真正脱离六道轮回，你要不真干，出不去。一定要真修啊！所以我们将这个纲领写在净宗同学守则里面。这个本子印的很多啊，印成小册，大家携带方便。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也很慈悲啊，又将《无量寿经》里面重要的教训记录了60条。又将发起菩萨书生制药经里面也记录了60条。啊，合印在一起。我们能把这个小册子里面所说的通通做到了。这真正的持戒。啊，这个小册子行经的。日常生活行为。一定要依靠的标准，然后念佛求生净土，我们才有把握。啊，我们这一生前途才真正是一片光明。心清净，清净其心其作用就是智慧。这个时候你对于设法界一真庄严，事事物物你都能看得清楚，都能看得明白，而没有错误，那就是种种业业。啊，此地这些神众都是法身大士，都是诸佛如来道家慈航现身说法。啊，所以他们境界高啊。第七尊，设方宫殿如须弥山。诸佛神，这个名号里面有8个字，十方宫殿。我们看到这个字样，就知道这是从作用上讲的啊。不是从理上讲的，是从事上讲的。既说十方，当然就包括三世，啊，这是连起来的，不能够分开的。说三世里面一定有十方，啊，
说十方里头一定有三世。宫殿如须弥山，如须弥山是比喻，须弥山是一个世界最高的山，最大的山，宫殿如须弥山。那么这个诸佛神，我们就可以能想象得到啊，他的威德是多大，福报是多大，他居住的宫殿呢，像须弥山一样。可是我们重要的呢，要看他表法的意思，宫殿表慈悲呀。表护念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名号里面实在就是显示大慈大悲，对于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布施大慈大悲。那么我们要问，我们现在苦难太多啊，诸佛菩萨了好像都没有慈悲来护念我们呐，没有慈悲来保佑我们呐，让我们遭这么多苦难。这些事实我们凡夫很难体会，诸佛菩萨确确实实是布施慈悲，布施无畏也。诸佛菩萨来现身是大慈大悲，诸佛菩萨不来现身也是大慈大悲。他的慈悲真的是遍覆十方三世。为什么说他来不来都是慈悲呢？佛菩萨来是感应而来嘛，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嘛，来的时候是成就一切众生，众生没有感的时候他不能来嘛。来了之后不但众生得不到利益，众生反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为什么呢？众生不认识佛菩萨，会谤佛谤法谤身，那不是加重他罪业，所以他不来啊，不来还是大慈大悲啊，避免你造业啊，是这么个道理。我们要很冷静地去观察，细心去体会，才知道什么叫做慈悲。它是理性的，它不是感情的，绝对没有感情有私，它是圆满智慧。可是诸佛菩萨虽然不以佛菩萨的身份出现在世间，他会以种种差别的身份，诸如人天的身份、鬼神的身份，乃至于变现动植物的身份，还是没有离开众生，
所以诸菩萨示现，也许就在我们的周边，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那么这些事这些理，理不必说，就是事，古今中外典籍里面所记载的很多很多我们稍稍留意去体会去读诵，然后再细心观察我们的周边，虽不认识有感触，确实佛菩萨没有离开我们。那么这是设方宫殿如须弥山诸佛神名号的意义。第八尊，微光自在诸佛神。微是说微德，光是讲光明。微光由自受用，由他受用。自他受用，都得自在。如果这两个字我们要分开来看，威德就是属于善巧方便啊，光是属于智慧光明。那么这个里面所谓的设置全智，根本智、厚德智、圆满具足，所以自受用、他受用，都得大自在啊！我们要怎么样学习？也就是说，这一尊菩萨的德号怎样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威不是很威风啊，不是叫别人害怕我们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威是令人敬仰，那这是威德啊。能令人敬仰，一定要有德行啊！这个德行呢，一定是为世间大多数人所肯定的，你才能得大众敬仰啊！古人所谓沉于中而行于外，那么威德的根本就是真诚。佛的教育这是大圣的教学，世间圣贤教育，我们中国2000多年来，多数人肯定的孔子、孟子，
多数人肯定孔孟是世间的圣贤，他们没有私心的，一片真诚啊，教导一切众生，教导的内容是教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教学的目的是叫你知道人与人如何相处，这是教育的目的啊。人与一切万物如何相处，人与天地鬼神应该如何相处，教育的目的在此地啊。人与人能相处了，人际关系搞好了，无论在生活在事业上，你一帆风顺，你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帮助啊！你肯帮助别人，别人也肯帮助你吧。人事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啊。然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啊，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很糟糕啊。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育，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所以社会大乱啊。社会之乱呢，人际关系坏了。每一个人只求自己的利益，破坏别人的利益，这怎么得了呢？啊，乃至于治国的人，他也是有这个观念，只顾我自己国家的利益，不顾别人国家的利益，这个世界能和平吗？能安定吗？不可能的呀！啊，一定要懂得，我们顾全自己的利益，同时要想到别人的利益。啊，我要知道顾全自己国家的利益，也要顾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我们共同来发展，共同来繁荣，互助合作，这个世界才能和平啊，社会才能安定啊，才能够繁荣兴旺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后果是不堪设想。这是讲我们今天人际关系不同，造成许许多多的摩擦，制造出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违反了原则，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了。不顾大自然生态平衡了，那么你破坏了，破坏整个地球，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灾变，带来了许多的灾害。这是你不知道跟大自然相处啊，你不懂得。那么这几天报纸，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些讯息，
他们现在在反省，发现到啊，长江上游大规模的砍伐与这一次大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现在才下命令，一棵树都不准砍。这是什么呢？人跟树木的关系没处好啊。现在教育不讲求这些了，更深一层的，现在人认为是迷信，其实一点都不迷信，真有天地鬼神呢，不是假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哪里是假的呢？如何跟天地鬼神的关系搞好？我们才真正享太平的日子，这是教育的目的，你都能够通达，都能够明了，你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做。那么佛教给我们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最高的原则，叫我们看破放下，那才真正得到圆满的威德光明。释迦牟尼佛真放下了，你看他老人家一生在世，三衣一钵，彻底放下了。换一句话说，过一种最基本的生活。一丝毫奢侈都没有啊。他真放下了。当然我们不能够学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呢？我们生的时代不相同，生活环境不相同，他那个时候当年在那个地区，他们的气候自然生活环境许可他们过这种生活，每一天托钵吃一餐饭，日中一食，他们那个气候啊，这三衣就够了，晚上睡觉这三衣展开就是盖的，卧具，诸位晓得，那现在把这个卧具都拿来垫的拜佛了，不是的，不是拜佛用的，卧具是铺在地底下睡觉用的，就称为卧具啊，它不是拜佛用的。所以过那么简单的生活，我们要晓得这个原则原理，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了，要想真正得到自在解脱，要过最简单的生活。给诸位说，最简单的生活就是最健康的生活。那为什么呢？因为心清净。心清净就身清净啊，身心清净，境界清净，所以是最健康的生活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
这是放下。放下了一定看破吧。什么叫看破呢？对于一切万事万物，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是放光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人家讲经说法没有预先准备啊，什么人来问，当时问，当时就解答。这大完之后还不是当时记载的，佛灭度之后啊，弟子们开会来集结经藏，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没有带一本书在手上，没有啊。释迦牟尼佛身上也不会有一支笔啊，找不到啊。智慧如海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从哪来的？从看破来的，从放下来的。所以你真放下，真看破了，你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就显现了，无尽的，永远用不完的，哪里要去准备？哪有这个道理？哪像我们现在学经学得这么辛苦啊？那个不但佛看得好笑，那佛的弟子看得我们也好笑。你看当时佛的这些学生，佛的学生听佛讲经没有带笔记，为什么人家一听都能记住，而且能够永远不忘？佛灭度之后集结经藏，还能把佛当时讲的话能够背诵出来，他绝不是有意去背诵的。二是自信流露啊。他的长随弟子1255人，这个诸位在经上常常读到的，也可以说我们很相当熟悉的这些人。身份都是小乘人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们都是诸佛菩萨化身大士示现的，不是真的小乘啊。所以在大乘经里面，我们都常常看到皆是大阿罗汉。那个大阿罗汉，大字就已经给我们很明显的标示出来，他不是小乘，大乘。大乘阿罗汉是什么人呢？化云地的菩萨称大乘阿罗汉啊，第十地的菩萨啊，因为阿罗汉这个名词的意思叫无学，就是他毕业了，他的修学毕业了。小乘法里面毕业了称阿罗汉，大乘法里面毕业了叫大阿罗汉，是化云地的菩萨了。那由此可知，这个2550人
里面最低的位置都是第十地的菩萨来实现的。古佛道家慈航里头有不少啊，世尊没给我们说出来，只说出几位而已。像大家知道舍利弗、目犍连都是古佛再来。那哪里是普通人呢？都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佛灭度之后，他们来负责集结经藏，将佛的遗教传之于后世，做这样的工作。我们要清楚，要明白。那么他的总的纲领就是看破放下，我们要在这上下功夫。佛法叫内学，内就决定不能向外，向外求不到东西，要向自信当中求。真正是为佛弟子，佛给我们讲了，读诵大乘，大乘经要不要读呢？要读。怎么个读法呢？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立文字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这样子读诵。我常常读诵经典的，我要不要记呢？不要记。要不要思维呢？不要思维。每一天读诵，从来不去记它，从来不去想它，恭恭敬敬的读，这修行嘛。我们干的是这桩事情嘛。为大家讲解的时候怎么讲呢？看你们的表态讲啊，看你们的眼神讲啊，不是准备，没准备啊。这个东西是活的，不是死的，字字句句可以深讲，可以浅讲，可以长讲，可以短讲。如果要是短讲，这一部《华严经》三个月可以讲圆满的，很快啊，一天讲很多章啊。细讲两个小时讲几句，这还不是很细啊。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我们学教如何能学活，你就成功。学死的难啊，不能成就啊！一定要学活的，活学活用，你就得大自在，微光自在。第九尊光明破暗，这个好懂。光明是智慧。这个暗是比喻烦恼无明，智慧开了，转烦恼为菩提了，就光明破暗的意思。火神，火是光明的，火能够照破黑暗，取这个意思。
所以唯有真正的智慧才能破无明。无明这个名词不好懂，实在说我们常常读常常听，也只是含糊笼统。问你懂不懂，好像有懂，再一问的时候实在是不懂。无明的样子是什么呢？那就比较上容易理解了。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无明的样子。无明的现象。你有这些东西，你看无明在起作用，无明在现象。那么由此可知，真正用功会用功的人，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尽可能减少妄想分别执着。那用什么方法减少？哪一个人不希望减少？不希望把这个东西断掉？他断不了啊，愈想断是愈多啊。不想断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愈想断愈多。所以佛家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门径呢，都是断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持名念佛，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断。心里面常常圆着一句阿弥陀佛，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这是念佛的原理。念佛的好处你要是明白了，你就懂得了。好处就是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打掉，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你的清净心现前，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现前，然后你读经，你修学，甚至于你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都有智慧了那就跟慧能大师所谓的长生智慧。否则的话，我们一天到晚就长生烦恼，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幕后这一尊雷音电光诸佛神，雷音是比喻说法，这是浅而言之啊。如果深说呢，所有一切音声无疑不是雷音，这是我们现在达不到这个境界。像《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他那个文耳根对的这个是这个生成呢，就不一定是说法。所有一切音声呢，都是说法。所有一切色相啊，也是说法。这个在平常讲习里头，这种说法很不好懂。华严会上讲这个话，大家多少能体会到一点了。华严经啊，
毗卢遮那佛说法，成说、岔说、无间说法，六尘通通都说法，这才是雷音电光啊！电光也说法啊！电光给我们说什么法呢？给我们说一切法不可得。你看《金刚经》上不是说吗？如露亦如电啊，给我们讲事实真相不可得啊，不但不可得，而且是无所有，给我们说这些法。所以会的人，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没有一样不开悟啊。能帮助你开悟的统统是佛法，所以说哪一法不是佛法呢？所以问你啊，会不会嘛？这个禅宗祖师常常勘验学人，问你会吗？你会不会？会了是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哪一法不是佛法呢？不会呀，大放光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了啊，参禅念佛都不是佛法啊。为什么呢？你在里面生分别、生执着、生烦恼，那怎么叫佛法？佛法是清凉自在法了，你在这个法里头得不到清凉，得不到自在。所以会的人呢，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不会的人呢，看到阿弥陀佛毗卢遮那现在他面前，也不是佛法，就这么个道理。叫雷音电光啊，所表的意思。如是等二位上首，不可陈述。这个是总结。这一个团体人数啊，也是不可思议啊！幕后这个探得啊，探得里面的义趣很深很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